奇怪，明哥怎么没有跟上来啊？明哥，你们两个臭妖怪，要做什么？把东西给我拿出来。什么东西？哎呀，还真会装蒜呢！你刚才上山拿的什么东西啊？交出来就行了。你要是不交出来的话，小心我们把你当点心给吃了。你们这两个专做坏事的妖怪，好，今天我就为民除害。呀，还敢说大话呀？哎，让他知道我们兄弟的厉害！打！揍他！金公子，你快走！对呀，多谢兄弟。小屁孩，你谁啊？你是不知道我们兄弟俩厉害，敢在这儿多管闲事儿。谁不知道你们两个啊？一个是青鸾，一个是火凤。哎呦，咱还挺有名气的。是啊，想不到咱们俩这么有名气啊，那个小屁孩都知道。对啊，都知道啊，都知道你们两个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哥，咱们先吃了这个小鬼，然后再去吃了姬发那个臭小子。好，你们两个平时就害人不浅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们。